新一代的如影儿采用了全新的供电设计与信号处理机制，系统高度集成，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。如影儿提供了多达9个电源输出接口，可为多种配件供电。其中，顶部两侧提供了2个具备14.4伏电源输出能力的 CAN bus 接口，可为监视器及无线图传等设备供电。电池系统支持热插拔，在更换电池过程中也能保证拍摄系统不间断运作。电池仓可整体拆下，借助集成的2个 P-Type 接口为其他设备供电，或满足特殊设备安装，如安装在斯坦尼康的底部作为配重。通过云台上配备的高功率专用电源输出口，如影儿可直接为系统供电长达2.5小时。在相机安装架上可安装全新设计的电源分配模块，支持多路跟焦器供电和一路 RSS 快门控制信号。机身内置了 SDI 视频信号接口，可将摄影机的视频信号接入云台，通过云台内部线材信号传输，从而把摄影机的视频信号传输到顶部 SDI 输出接口，进而传输到监视器或者无线图传设备。这一设计使云台的平衡调节不会受视频线缆干扰，同时在搭配航拍及索道拍摄设备时，可实现360度连续旋转。此外，如影儿可通过内置的 UART 接口兼容第三方接收控制设备，现已支持 Futaba 系列遥控器。科学的供电和信号设计，使得如影儿能够轻松应对各种拍摄环境，为影视工作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使用体验。